你倒是自己起呀！我起不来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温客行，你若肯留在四季山庄， 改过向善也罢。若是让我在江湖再碰见你，定取你性命。阿轩，你没事吧？对不住，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。你是够对不住我的，文可行。 我问你，倘若我没有猜透你的心思，钱到100亿，你打算怎么着？我只想拦住他，不让他上四季山庄。拦不住呢？那若是拦不住，便索性死在他手上，也总好过他当着你和程岭的面，叫破我的身份。 我真该拿面镜子给你照照你现在的样子。这潇洒倜傥的温客行什么时候这个怂样了？哎呀，周子舒，你，我伤得这么重，你也不知道扶我一把。 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倒是自己起呀！我起不来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连我都扶不起啊？哎！<笑> 阿雪，我问你，你是故意支开我，抄近路去拦住叶白衣的？那你若是拦不住他呢？你猜。 走，哎，疼死我了，我肩膀都碎了。你故意的吧？好，我轻点啊。哎呀，哎，程岭看到你伤成这样，该怎么说呀？我就说你俩的。哎，阿虚。 这世界很酷。